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是周末，我准备在家自己炖煮一道山药玉米鸡汤，跟我一起来做鸡汤吧。把准备好的鸡肉冷水下锅，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。鸡汤它是不需要煮储水的。用一点红星二锅头来代替料酒，现在就开始煮吧。现在锅里我是加了葱段、姜片，再来加一些花椒，77颗花�椒，再加38颗干辣椒。现在我们就开大火把它煮沸腾。现在锅里已经煮起来了，我们就把虫草花加进去，然后关一个中火，慢慢的炖煮它。然后我们现在就静静的等待2个小时吧。哇，其实已经香了耶，这个锅。OK， 这样做的目的呢，主要是让它这个水蒸气不要跑走太多，不然到时候我们锅里就没有剩多少的汤水。重新添矿泉水的话，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的香浓了。除了虫草花呢，我准备的另外两样就是山药和这个玉米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水果玉米，所以我选的是这种甜的脆玉米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糯玉米啊，或者那个白玉米都是不错的。哇哦，好香，现在已经炖煮了快2个小时了，我们来加入我们的山药。玉米的话比山药晚一点点加，因为水果玉米它熟的比较快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比较喜欢吃的蘸料。你咋不对焦？哦，这瓶生抽终于吃完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个平时也比较喜欢吃的生抽，就是这个海鲜酱油，再加入这个椒麻油，还有一个东西，一般人我真不告诉他，蘸料里面加了它，简直绝好吃，就是这个红油腐乳，然后我用的是这个牌子的，把这个腐乳化开就好了。完成，真心的跟大家推荐这个蘸料的方法。如果你不能吃辣，那部油辣椒的可以放弃，它红油腐乳本身也没有那么的辣。这个蘸碟真的是你蘸任何东西都巨好吃，如果你正在经历减肥期，你一定要试试这个蘸碟。加菜，我最终呢还是缺了一点冬瓜进去。然后我真的特别喜欢吃冬瓜，不管是煮火锅还是煮什么。我们把这两个蔬菜煮熟了，我们就可以起锅了。而且呢，冬瓜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，比较有利于控制体重。煮吧煮吧煮吧。需要一点盐来调味，其实汤淡一点也无所谓，因为我吃里面的菜和肉都是需要蘸碟的嘛。这个鸡肉还不错耶，给我爸妈发张图。
好，关火。鸡翅都是我一个人的。哎呀，老姜，老姜，出去！哇，我太幸福了吧！晶莹剔透的冬瓜煮得刚刚好。鸡肉太香了，而且这个鸡皮超级弹嘞，是哪一步导致了它如此的弹？边吃边看《不完美的他》。我哪懂什么车呀？哎，你这五个员工里边有两个是女的，但都不是我见过的那个，谁会愿意冒险替你去调查？那我就以妨碍公务、提供虚假口供的罪名逮捕。哎呦，郭警官，我三千。看这个山药的软绵程度，哇，自己在家动手熬鸡汤，健康又营养，姐妹们 get 了吗？其实今天晚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这个是我在伊藤买的这个鸡翅煎，我打算用新奥尔良鸡翅的调料来腌制它一晚上，然后明天把它拿出来煎一煎或者烤一烤都是不错的。现在我们找一个这种食品密封袋，我的这个袋子是宜家的，然后它有两层，然后封的还挺严的。我们把肉给装进去，然后我们就把这奥尔良调料给倒进去，没错，就是一整包，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点的水进去。一定要拿到每一个鸡翅都变颜色哟。那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一晚上，明天再让它接受火的考验。放在这里好了。诶，这里还有一点粉末。好了，功课。Hello 大家，我发现最近樱桃出来了，而且看起来非常的不错，不知道甜不甜，我们来尝一下。我还买了一个大菠萝，先把我们的烤箱给预热起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折成一个盒子，但是呢，我们就随心情吧，好像还可以哈。然后我们把我们昨天腌制好的鸡翅给倒进去，我一个人吃真的好像有点多哎，我买的是400克，快一斤了。如果吃不完的话呢，明天继续吃吧。好吧，就展开吧。展开的话，这样它受热的话会均匀一点。自己在家做美食真的会很贪心，就什么都想要多来点。我们就当做是一次尝试吧。应该差不多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点菠萝吃，然后准备拔点酸奶进去吃。哇，这个酸奶看起来真的很不错。哇，这个酸奶看到了吗？它像那个奶油一样的质地了，这个真的很像冰淇淋。姐妹们快看，再来一勺，再来一勺吧，好贪心。这酸奶我以后一定会回购的，真的很不错，在伊藤里面才卖15块左右吧。刚刚我又给它加了一个盘子，因为我发现我在翻面的时候把那个戳破了，然后它就有点漏，然后免得滴的到处都是。但是这个肯定会影响受热的，因为这个盘子是冰的，它的那个底部的受热呢就会不足。我发现它烤出来的话有点干，不是很诱人，可能鸡肩它不像鸡翅油脂那么丰富，还是需要油锅里面去过一下，我们改变一下策略吧，及时收手，今天还有的吃。宽油一定要宽，
通进去，感觉越炸好多泡泡都出来了。我刚百度了一下，他说是因为有水分的原因才会形成这样的泡沫。哇，这样才是色泽金黄的鸡翅。偷吃一个，哇，太好吃了吧！一定要吸油，不然我真的不敢吃，太油了。健康与好味道不可兼具。真是一个完美的晚上。上午怎么又出来了？烦死了，气死了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上午这个演员的演技真的很好，大家真的很恨他。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魏大勋，弹幕都在骂魏大勋，笑死了，可怜。不进，我做的不进。卖这个季节的樱桃有点酸，大家一定要尝的时候再买，没有那么的甜。